接下来这一题由陈伯成医师来回答对或错。三十二，请出题。现代人呢常有黑眼圈的困扰，请问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消除黑眼圈？请抢答。来，姐姐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，姐姐？我觉得雷射医美的部分。医美。恭喜，来加两千。哎，你们拉拉队有训练按铃是不是？年轻人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。这跟拉拉队没有关系，我们是有多老，是年纪的关系。消除黑眼圈就要好好睡觉啊。好好睡觉，对或错？耶，这个不是废话，大家有没有知道？好好睡觉，就是因为睡不好，不是吗？很难睡得好，现在。我来请教两千。耶，好吗？对，谢瓜哥。看医生吃过敏药。啊，要彻底根除才会。来，请加两千。别安，按摩，按摩，按摩。哦哦。来，请加两千。我以为你脚底按摩啊。对，我刚刚想说你刚刚的按摩是不是？因为你可能你按摩是按眼睛嘛，对，还是说脚底按摩？因为有的时候会对应哦。啊，对嘛。没，你们听错，老师是说按摩。有按摩，演一个。眼霜。眼霜，对，对或错？请增加两千。姐姐，姐姐。我觉得。冰敷吧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女生都会先消肿啊，消黑眼圈什么。冰敷对或错？有，增加两千八千啊，来加。那就盖掉啊。消除。消除啊！像你这样讲法，就说我怎么看不到黑眼圈？遮瑕可以吗？把眼睛遮瑕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我直接说用修图软体，用滤镜啊，不能管。懂啦，不行是不是？那只是开玩笑的说法。对。泡澡啊，有那种血液循环的。泡澡血液循环，来对或错？循环是可以的。男的女的，你们答案是运动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要接下来。运动啊，加促进循环代谢，免疫系统变强啊。对或错？对。那请增加两千。好，别安。维生素 C。这个给你，但是维生素 C 要用吃的，不是用敷的哦。演一个。之前是不是有人会敷那个茶包？因为我知道有卖那种咖啡因的那种去除水肿跟黑眼圈的。所以是茶包吗？茶包或咖啡因的任何的东西。都市传说。嗯，来茶包对或错？咖啡因类的是可以的，那等一下其他的咖啡因就不要再说了哦。咖啡因类的是可以的。其实郑俊男应该是咖啡渣了，对不对？咖啡渣是可以的。咖啡他泡完那个渣呢？来，还有14000，还有七位名额，来，快！只有吗？还有，还有，针灸，哎呦，针灸对或错？有，好，过万喽。避免过度使用三 C， 哦，对或错？也可以，看太多也会这样。那个因为熬夜都不睡觉，一直看吗？所以我看太多平板那些，我会黑眼圈变重哦。对啊，来增加两件，也破万喽。健凯，有人说会用那个就是蛋啊，煮熟的蛋，还有热度的时候去敷眼睛，就变咸蛋超人。对，会把那个也是要促进血液循环，没有整颗蛋，有人敷欧青的那种。对对，因为它好像那个热会停留了很久，然后会让你血液循环就会代谢掉，用蛋这样滚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滚蛋，咸蛋超人，滚蛋，可以啊，对啊，真的有啊，真的有啊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以前小时候妈妈会用那样去，太特别了，欧青啊，那这个一减二果棒啦，减四果，敷完之后还可以吃啊。那刚刚前面有讲冰敷了，所以冰敷不能再讲。那热敷的是，如果你比较长期一点的话，你要让它淡掉的话，或者淤青要散开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热敷的方式。热敷。破万喽！哎，北洋老师，我没有了，这是黄瓜。黄瓜，敷小黄瓜，敷小黄瓜对或错？刚刚冰敷已经说过了，那冰的小黄瓜是可以的，但是冰敷类它是属于在冰敷类的，所以它不是小黄瓜效能，它他的意思是说吃小黄瓜，如果是吃，那他讲是敷的就不行，那如果是吃的话的话，它有植化素跟维生素 C， 那维生素 C 刚也讲过了，哦，也讲过了，擦防晒霜，擦防晒霜对或错？其实也对哦，哇，这对耶，因为你够黑，再晒下去更黑了，更黑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擦防晒的嘛，哎，增加两千。
哎呦，剩下三个名额6000块啦，新姐姐。好难哦，我觉得那个蒸汽，蒸汽以前小时候妈妈有个蒸汽蒸脸的那个，嗯，一般我们蒸喉咙嘛，对对，蒸喉咙拿来蒸眼睛嘛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其实现在有一些蒸汽的蒸眼罩，直接戴的，对，蒸眼罩，对，想掉了。其实因为刚刚讲热敷跟冰敷都不能再讲了，所以跟对啦，但有没有效？有没有效？对，是有效，有效嘛，但是不能再说了。来，接下来消除黑眼圈。戴太阳眼镜，把其他人也打成黑眼圈，大家都戴黑眼圈就没有黑眼圈。你这个是什么心态？来，对我说，来。请开掉！哇，你这个6000这么难拿，真的超难拿。我们还有希望。避免阳光直射算吗？刚刚防晒啦，防晒。那泡澡算吗？泡澡讲过了。吃叶黄素，吃叶黄素，对，吃叶黄素柠檬。再掰吧，再掰吧，被卖了。他错的原因是吃叶黄素没有，还是说重复？两个都是哈，因为第一个部分的话，维生素的部分前面都有讲过了，所以那个不能再重复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叶黄素针对黑眼圈或肿的部分效果没有那么的好，它反而是针对眼睛后面的视网膜的保护比较有帮助。不同部位的视网膜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一格只剩一格了，这也太难想了。刚有讲过眼膜还是面膜吗？刚刚都有说讲过了这个部分的，不管是你要敷咖啡渣，或者是你要敷你的其实是什么液，你要敷那些都已经讲过了。我们请医师来补充一下有哪些。的确，我们的黑眼圈的话会跟我们的循环非常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任何可以改善我们的循环的部分都可以改善我们的黑眼圈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包含睡眠，另外一个没讲到的就是抽烟，抽烟会影响到心血管的部分的话，血管的流通也会有关系，所以戒烟会改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情形。啊，接下来是由林佩杰主播来举圈获查，6000块还没领完哦。好，要领完，要领完。现在就来请出题。不会煮菜的话呢，万事靠搜寻。根据 Google 统计，哪20种料理在2024年的1到3月最常被搜寻？它怎么煮？请讲了。浩如啊，怎么在家煮水饺？好，2000，这应该最多。这个还要搜寻的，煮水饺不会煮吗？煮水饺，因为我们那个水饺常常容易破掉啊。然后有些我有自己有搜寻过，一下加什么隔多久又要加个冷水，要加2次、2-3次，滚了以后要再加冷水嘛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其实有专家说不用再加水，就是你只要冷冻水饺，冷水下锅，然后呢用中大火煮5到7分钟。来，接下来叶恩凯，那个现在拌面很当道嘛，所以煮面。煮这种拌面啊、泡面什么的、啊。好，对或错？梦琪，加2000。来，接下来是北安。哎，煮汤圆。煮汤圆对或错？哎，恭喜你加2000。5万块领光了，各位。哇！我们宣布一下奖金。目前呢，妇女组是1万，浩如12000，严凯12000，北安老师8000，一哥也是8000。那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